同学，这个单元跟老师来看三角函数哈。那同学，三角函数它是函数的一种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我们从开始学函数的时候，应该追溯到我们国一哈，国一我们就开始学函数的基本观念，函数是一种对应的关系哈。那后来我们一路开始学线形函数，学完学二次函数，有没有？那些函数都是多项式型的函数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学另外一种函数，它是一种对应的关系。那这样的对应，它摆在三角形里面，所以叫做三角函数。所以跟老师来看三角函数之前，第一个我们先把角度拿来做定义一下哈。那角度的东西，我们当然从国小就开始学角度，有没有？所以国小就开始学量角器的角度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当然会有一个新的角度定义哈。跟老师来看，我们的角度定义，第一个它分成两种，第一种叫做度度量，所以度度量就是我们国小学的角度哈。我们把一圈分成360度，其中的一等分，你把整个圆周，把整个圆分成360度，其中的一份，这个就叫一度，叫一度，对不对？那一整圈就是360度，所以一整圈就是360度，对吧？那这个地方还有，如果我们今天再把这个一度再拿来细分的话，你把它分成60份，那其中的一份就叫做什么？就叫做一什么？就叫做一度会等于60分啊！所以这个地方老师讲义上有印出来，一度会等于60分，然后一分会等于60秒，两点，哎，借用时间的单位，有没有？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们的度数还再往下分的话，它应该就是分跟什么？分跟秒。好，那你要记得，一度是60分，一分是60秒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角度的度量单位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学另外一种单位哈，叫做弧度量哈。所谓的弧度量，我们以前课本叫做进度量，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哈。那弧度量说什么？说我们整个一圈呢，我们这个一圈这个度数哈，一圈它是半径的几倍？如果这个弧，它这个弧长，这个弧的长，如果是半径的一倍，我们就说这个角度叫做一弧度。啊，那不能写那个圈圈啊，那个圈圈代表一度的意思啊。现在这个度是代表的是一弧度，那以前有也叫做一径哈，叫一径，这个叫一弧度。那为什么叫一弧度呢？因为这个弧的长度是这个半径的一倍。好，所以老师要考同学了，那整个圆周长是几弧度啊？那我们就去思考，整个圆周是半径的几倍啊？好，圆周长会等于半径乘以二再乘以派，对不对？所以整个圆周长会等于二再乘以半径再乘以派，叫二派啊，对不对？是二派啊，所以整个圆周长是半径的二派倍，所以整个圆周哈绕一圈是二派。这个是弧度量，这个是度度量，一周是360度叫度度量，这个叫弧度量，这个一周是二派哈，二派。那二派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写度啊，它是弧度量，所以不能写度哈。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地方的换算一定要掌握清楚，告诉我们我们的单位，我们的度数的单位，我们角度的单位啊，这个角度的单位，它有两种不同的体制单位，一种是度度量，一种是弧度量的单位啊。同学，角度的这个单位，它竟然有两种体系啊，这两种体系当然可以换算哈。一个圆周长，一个圆周的度数是360度哈，是度数哦，不是长度哈。它也会等于二派弧度，所以你要牢牢记得哈，360度就是二派弧度，那180度就是派弧度哈，就是派弧。来，也有人会把它叫做拍径哈，拍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先跟老师同步，马上把它学会角度的换算哈，掌握清楚180度就是拍弧度哈，就是拍弧度。所以如果今天题目这样出哦，那90度呢？90度，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弧度量，它是多少呢？90度变成弧度量，要把90度去乘以180度分之派，对吧？
好，它会等于二分之派。再次啊，那如果是六十度呢？六十度它是六十去乘以一百八十度分之派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今天我们要把度度量把它变成弧度量，这个一百八十度要摆分母，干嘛？被它约掉，是不是？角度也约掉，所以这个一约掉，连度数都约掉，等于三分之派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给你任何一个角度，你都要会把它变成什么？变成弧度量，了解意思吗？那反过来说，如果今天给你一个弧度量，你也要把它换成进度量。例如说，这个我给你一个弧度量，你要把它换成度度量，三分之派。三分之派，如果我们要把它换成什么？我们要把它换成我们的度度量的话，它是怎么换？它乘以，这是三分之派，所以派要摆分母啊，派分之一百八十，所以这个派跟这个派约掉，这个度就跑出来了，等于六十度。所以三分之派就是六十度。有些同学说这个太简单了，干嘛这么复杂？三分之派，这个派就是一百八十度，派是一百八十度除以三，那当然就是六十度啊。所以三分之派就代表六十度，没有错。所以你看到那个派就代表它是一百八十度的意思哈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弧度量里面，这个派就是我们度度量里面的一百八十度。所以如果题目来一个十二分之七派，这个是几度呢？只要把十二分之七乘以一百八十度就好了，我们自然就可以算出它的度数啊。你跟老师算啊，它是一十五乘以七变成一百零五度，所以十二分之七派一百零五度。没有问题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给你一个这个度量的东西，你要把它换成弧度量的东西；我给你一个弧度量的东西，也要把它学会换成我们一般的角度哈。牢牢记得这个派就是一百八十度。那这个地方当然有一个问题要探讨，就是哈，一度会等于几弧度，或者是一弧度会等于几度的问题哈。那同学，我们接下来当然要跟老师换算一下一度会等于几弧度，或者是一弧度会等于几度的东西。牢牢记得哈，这个派弧度就是一百八十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掌握这个清楚就可以了。第一个问题问一度会等于几什么？几弧度哈？一度会等于几弧度？它会这样算哦，就一度把这个一度乘以一百八十度分之派，所以一度会等于几弧度啊？会等于一百八十分之派，这个是弧度。同学，我们如果真的大概把它算出来，这个派大概用 3.14 去代，它就会算出我们讲义上印出来的答案叫 0.01745，那个是弧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一度的话，如果在圆周上面你画出一个一度的角的话，那个一度角所对应的那个弧长，它大概是半径的 0.01745 倍左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当然要换，那这个一弧度会等于几度？如果我们要把一弧度换成度数的话，这样换呢，一弧度，这一弧度是没有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把没有度的派摆在分母，预备跟它消掉，上面出现180度，就会等于派分之180度。同学，这个派是多少？这个派大概用 3.14 去算，我们会算出来一弧度大概会等于几度？这个数据要大概记一下哈，一弧度大概会等于57度左右哈，那当然，讲义上印出来是57.2958，好，2958度。同学有没有发现后面还写一个分跟秒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分秒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把后面这个小数点的部分拿去乘以60，乘以60以后变分，变出来的分还有小数点，再把后面的小数点再拿来乘以60，就会变成秒，就可以算出大概会等于57度45秒。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很大的重点，就是如果今天是一度的话，要变成这个弧度量，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弧度量，但是如果是一个弧度量要变成度数的话，一个弧度量
这个一个一弧度量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它的弧的长度是等于半径，是半径的一倍。这个时候所对应出来的角度大概是57度。